抢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。尼泊尔发生规模 7.8 强震后进入第四天，台湾民间组成的救灾医疗团今天中午从桃园机场出发，运送救援物资前往协助救援。苹果公司发布上季财报显示， iPhone 在中国热销，销售与净利双双超出华尔街预期，继续保持手机市场的霸主地位。出席会行程没有写入附录申请书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都是按照相关规定申请，而台南市长赖清德则是提出了四不一没有，要朱立伦不要伤害到台湾的整体利益。美国巴尔的摩种族示威酿暴动，马里兰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精英对台湾左投陈伟英在脸书上报平安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